大家新年過得好唔好啊？我咧就過咗一個幾特別嘅新年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同兩年前一樣咧，就喺新年前咧就發現咗我又有 cancer。咁今次咧我就係做 liking 嗰陣時咧，我就無端端去摸自己嘅左胸嗰度咧，咁我就摸咗一粒嘢。結果咧我就諗咗一晚之後，第二日我就即刻去揾我嘅醫生。問我應該怎麼做呢，他就叫我立刻去檢查啦。檢查完之後，誰知道我就要捱到年初五，那我才結果在那天就 confirm 了，即是知道自己是有這個 cancer 的。就是雖然我是癌症，但是我就是一期 B， 但是現在呢就割了那粒藥之後呢，第一就最擔心的一樣東西就是我 不需要割了切除我的胸。電療一定要做，這個未開刀之前我已經知道了。所以雖然我是生 cancer， 但是我是幸運到已經是最幸運的一個情況之下了。全世界都哇呵呵這樣，由大家我的朋友呢大家都害怕到死，只為我擔心。結果呢我就很快兩日後出了院，昨晚回去休息，今天已經出街了。我是不是瘋的？你說是不是瘋的？